两个紫色。哎呀，速度太快了！不着急。开始用头修了吗？哎，哎，这什么鬼？各种失败啊！你睡醒吗？家伙怎么又来了？这么多姿势啊！Yeah.
都死了。难哦，都不直接下板子。打了个钻，这拳是不是摸好了？哎，互相失误。
那就不踩了，他直接走了，就滑了。哇，你这都敢翻到啊！着急，打他一下。起来的好快啊！应该跑掉了。是在这边牛逼的修电机，先把修电机这个打倒吧。
在板子后面，不着急。帮你。这么弹。应该把它挂在这边，有个快盒子。就不挂了，懒得挂。还要范围再大一点就好了。啊！你一直在自己走啊！
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？一拉上去就撞。可能摸得好呢。又忘记关了。
谢脑瓜疼的小银星。不解。那没地躲，没地躲枪。这边是不能挡枪的，不着急。啊西，跟踪枪。车被人开走了，打了钻就摸好了，干嘛要站在板子中间装钻头呀、啊？